大家好，今天是第一集，所以要慎重介绍一下哦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还有邀请到了知名艺人、歌手来到现场当中，献唱给大家欣赏。最重要的是我们桂琳的来信，然后他又是写信给我，所以哦，真的是好的开始，很开心，谢谢你，能够当大家的快乐天使，我很乐意。现在我却再也听不到外婆温柔的声音了。你也只有大我10岁啊。其实这是我刚好所要的范围。因为呢，你讲出来至少还有1/2的机会。但是你每讲出来呢，永远都会处于在那种0到100分，不知道如何做抉择的机会。我的心情就特别好，有种像初恋般的感觉，甜在心头。然后他后面还有附注 PS， 先说明哦，我不是爱女生哦。